屯門兆康 Novoland 系列大開紅盤之後，新地再有新界西北區全新樓盤出擊，位於天水圍的 Wetland Seasons Bay 第三期，單位總數384伙，將以現樓形式登場。項目位於整個屋苑的單邊位置，預計可以望到更加開揚的濕地公園景緻。今期亦都是項目唯一一個設有獨立屋的期數，發展商開放四個現樓示範單位。我們現在身處的現樓示範單位位於第三期 6B 座6樓 B5 室，實用面積553呎，屬於三房一套間隔。單位的特色是可以望到翠綠的山峦和開揚的濕地公園景緻。廚房比鄰玄關，採開放式設計，設有以雲石鋪砌的曲尺面板，附設雪櫃、煮食爐和洗衣機等家電。大廳連開放式廚房，估計佔地大概200方尺。下飯廳連接露台，可以望到濕地公園和翠綠的山峦景緻。睡房分別在廳區兩邊，三間睡房都是同廳區相同座向。主人房連接浴室，佔地大概140方尺，外連工作平台，不過套瓷不設通風窗。至於第 6B 座的6樓 C1 室，實用面積458方尺，屬於兩房間隔。玄關旁邊是開放式廚房，雪櫃旁邊連接一組高身置物櫃。大廳連開放式廚房，佔地大概190方尺。兩間睡房分布於廳區兩邊，廳房屬於同一座向，同樣可以望到濕地公園。第 6A 座示範單位主要屬於兩房間隔，其中三樓 A6 室實用面積409方尺，屬於兩房間隔，望園景為主。兩間睡房分別在廳區兩邊，其中主人睡房連接工作平台。至於第 6A 座三樓 A8 室，實用面積449方尺，屬於兩房間隔，但多了一個儲物室。大廳連開放式廚房，佔地大概170方尺。項目設有空中會所，面積超過2800方尺，能夠俯瞰濕地公園景緻，並且引入了共享概念，提供室內外的共享空間。當中天際休憩區可以讓住戶和親友一邊傾偈，一邊欣賞靚景。日常生活配套方面，屋苑附近有便利店供住户购买食品和日用品。至于对外交通，项目邻近湿地公园轻铁站，住户可以乘坐轻铁前往港铁天水围站。